哎，还好我是贵族忙，让我们继续接续林氏的剧情吧。もう一度会いたいな。父、お前が一緒でよかった。やだ、怖い、やだ、死にたくない。开始作战，开始作战啦！我装备的生命手环，此装备时会一直处于复生状态，也就是说我可以一直复活，是吗？我不清楚啊。然后看一下教学比较好，因为我现在完全不会操作，是个新手。然后主角叫做艾斯，那木鱼是谁？我不清楚。这样，前面有个人倒下了，朱雀兵，救救我！但是你已经挂了。不会太扯点，主角一开始被打一下就这么痛，打下去都快岔了。了解した。说实话，虽然我开教学，但是我也懒得看教学，感觉出现什么我就直接跳掉了。好像刚才那个是要可以吸取他经验值吧？哎，都这边就是教躲避的技能，教躲避的技能。哎呀，好痛啊！太痛了，小兵怎么那么打那么痛？反正是我打的，反正没那么痛、啊。你近距离攻我、啊，我真的还不太会操作、啊，那个视角有点不太好转。还有谁啊？还有谁啊？打不开，偶像，跟出来哦，跟出来哦！哎呦，找到你啊 ！Hello， 哎呦 ，Happy Night，OK 啦，艾斯升等啦、啊，七等，爽爽升等，哎哎，前面两个，然后可以切换角色，先用枪哥。哦，枪哥，哎呦，枪哥啊！可惜他的闪躲方式不是我喜欢，闪躲是用翻滚的方式。哎，这样真的打傻了。好了，获得经验值了，再换一个角色玩玩看，换一个女角。哎呀，前面来两只炮哥 ，Hello， 炮哥 ，Hello， 炮哥。不要在那边偷放冷枪，好不好？炮哥，你好。哦，痛啊！近距离，哎呀，零距离射击还真是痛啊！感觉被打脸了。接下来要做什么？切换角色。我还是觉得这只还蛮好用的，它闪躲方式直接瞬间移动，感觉超帅的。哎呦，教学哦，
哎呀，小兵两只，轻松解决吗？哎呦，好痛好痛，一直狂射我。徐贵田啊，哎呀，剩一只咯。哎，现在是什么？战斗时，好啦，先不管，先跳过，我懒得看。Hello， 你好，安安，哟，想用枪托，哎呦，动作很快嘛，但是你还是躺下啦。教学真的是一拖拉苦啊，是懒得看，直接跳过啦。哎呀，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还有一个，你怎么躲在那里呀、啊？全场就你独秀，赶快躺下、啊，快点快点，躺下啦，这么硬啊！战斗结束，果然神呐、啊，神马来也。OK， 哎，现在要做什么？希望他的经验值之后嘞，过啦，爽爽过，神马呀！现在，哎呦。这样想变强哦，这么大一只啊！王撞什么来吧？王来吧！哎、欸，什么一击必杀？哦，我才刚起来你就射我第二下，你这样合理吗？哎、欸，过分，哪有人王这样当的啊？那、我这样怎么打他？他在上面呢，虽然我远距离的、啊。但是我旁边那个两个都是近距离型的、欸，那这样打什么？只有我有输出而已，我输出又很痒啊，而且打他好像都扣零滴耶、欸，零四也不是这样玩吧？零四打下就零滴，哎、欸，一开始就打完，哎呦，太痛了啦！哦，有输出都零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样对得起我吗？又错了。太痛了吧！哎、欸，他逃跑了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是什么东西，那应该就最终网吧。打下去这么痛，一击必杀、欸。我今天不知道十几次，三四次有了吧？那现在要做什么？帮我补血，补什么啊？这雷火，现在才补，我刚已经错几次。那、啊、这个要干嘛？我没钥匙啊！我没 key， 我没钥。啊，现在要怎么办呢？好一好一好一，放一堆牌，然后莫名其妙的技能，我不知道这是干嘛，自己在那边耗魔，神经一样。然后换角色，哎，戳爆你，戳不开，穿墙啦，穿墙啊，这表示枪无法穿墙的。那现在也不能跳，他好像没有跳的键了，稍微可惜了点，是吧？好像没跳的键了。然后这个，哦，找到了，是吧？怎么捡？怎么捡？怎么捡呢？哎，我要捡东西啊，连捡东西都不会啊！哎哎，怎么捡？怎么捡？圈键吗？哎呀，按错键了。好、哦，捡到了，捡到了。捡东西都有障碍了。好了，打开 ，Open the door， 芝麻开门。哎呀，现在到哪里去了？到了新世界呀！哇哦，这大鸡，真惊！两只在前面，它可以连闪，超帅的。只不过那个闪完之后，那个要转镜头，我不太会转。只要稍微习惯一下，应该这只不太容易被打到。但是我现在说马上被打啦、欸！怎么那么痛？是不是有人在偷射我？过分！谁在哪？出来！在那边偷射！先把那两只解决好了。也、欸、不要再偷射了，那对面还有哇！总共四只吗？那边偷射，给你吃牌哦。再来，这只真的很像英雄联盟里面那个一只角色，丢牌的那个，我刚忘掉叫什么，丢牌。哎、欸，
还有人哦，打开啊！我好像莫名其妙开了一个大招啊，感觉有点浪费我的那个魔力值啊。那进吗？哦，进动画、啊，是安内吗？哎，真的进动画了。王国軍の今日ついた奪還作戦は、スザク軍の有利に運ぶかに思われた。しかし、作戦開始から3時間、飛空艇部隊による突入作戦は、実戦経験の不足や広告軍の迎撃により、多くの部隊が目標に到達できず、作戦は困難を極めた。また、陸上部隊も最大の武器である魔法が封じられたことで、その力を活かせないまま損害を重ねてゆき、未だ魔導員に取り付けてはいなかった。クラスゼロ、聞こえるか？こちら諜報部、朱雀を包んでいるジャマーの一部を発見した。飛空艇発着場にいる白虎機関の内部だ。案内するから向かってくれ。好，就先到这了。实况组为什么？期待下次，拜拜。正面のスイッチが見えるね。分かってると思うが。